着啥急了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他是大宝啊新处的对象的弟弟。你看您这最糟的，你直接说小舅子不就完了吗？是是。说别那几个词儿多费劲。哎呀，那个牛叔，你来找我们家顺风啥事儿啊？哎呀，这不求你家顺风给这孩子在城里边安排个工作吗？牛叔。俺家钱顺风哪有这本事？哎，谁说的？那你家顺风都说了，就在这地面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。您就听他吹吧。哎哎哎，别说这些没用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公司正在转型的阶段，就这么地挂了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魄力。哎，没有这点魄力能当大老板？没有这点魄力我能挣大钱。哎呦，回家媳妇儿，我回来喽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顺风呢？哎呦，牛叔你来了。哎呦，牛叔。哎呦哎呦，牛叔。哎呀，你好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这不刚到啊。真是大老板呐、啊哎、真是派头啊。怎么样，生意忙吧？啊，哎呦，最近公司正在转型啊。哦，哎呀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呀、啊、哎呀，是啊、哎、呀，这公司正在招聘呢。 啊，那个站着唠嗑多尴尬，坐下聊、哎、来坐。咱们家大宝忙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家儿子大宝啊，他没啥事儿，整天在家里待着没事干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大宝要是没事到我公司来呀、啊、那个光吃水果有点干吧哈，那个我给您叔倒点水去吧。哎，别、啊、那我不渴。倒水用我那好茶啊。不渴。大宝整天瞎忙活什么呀？在村里、哎、他不就鼓的那个快板呢吗？打什么快板啊？打快板能挣多少钱呢？到我公司来啊，我最少一个月给他个3-5千呢。就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媳妇儿，不是你这是怎么今天怎么老咳嗽啊？那个我只喝糖浆喝多了。哎呦，人家只喝糖浆喝多了。哦、啊，止咳糖浆不是治咳的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是。怎么了这是？咋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牛叔，啊，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吗？真是有事啊！你说。哎呀，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大事啊，对你来说那就是小事儿。嗨。牛叔，咱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，在这地面上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。那是。哎呦，那叫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说了啊啊，说啊，不是想求你的事儿吗？啊，这不那哎，叫二大爷。哎呦，这还一人呢。那我是。这进来光跟你打招呼了，我这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你这他呢，就是我家儿子大宝啊，新处那个对象嘛、啊哎，对象长得别提多漂亮了、啊，就是他姐姐，你看看他就看他姐姐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大宝他小舅子，对，小舅子。哎呦，这孩子骨骼清奇哎。哎呦，咋样？这跟个蘑菇似的，挺好。不对呀、啊，一表人才。那我们俩是平辈儿啊。他应该管我叫二姐夫，怎么叫我二大爷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不求你办事儿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不是因为你有钱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不因为他们还没成了，你们俩各领各的啊。今后你还是他的领导呢，哦、所以你就是二大爷。哦，再叫一遍，二大爷。哎呦！行，哎呀，这孩子太可爱了。咋样？你过来吧，牛叔。啊。你到底什么事儿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哎呀，这我家儿子大宝，他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对象嘛，啊、可是人家有个条件。哦，早说呀，这我就明白了。农村结婚呢，彩礼。哎呀，没问题啊，牛叔，我钱顺风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。不是，你还不信我的实力啊？哎，就我们家这房子，这首付啊，都不用我告诉你，谁付的？你付的。哎呀，这没问题、啊，真是有钱啊！小事，这我知道。啊、但人家女方的家里也有钱，人家那不单不要彩礼啊，还给我家陪送一辆小轿车呢。哟，哦，人家不要彩礼，
还送了你们家一辆小轿车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们家，滚！哎，听说啊，可是人家只有一个条件哦，什么条件、啊？就是把这孩子啊、哦、得安排到城里工作，这婚姻成与否，就看你这二大爷的了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啊！你拽我干什么 ？No problem 呀、啊！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没事，没教我教我，太好了！哎呦，这兄弟，你看这兄弟这，哎，一看就是一表人才！哎呀，肯定有才华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二美玲，干啥呀？赶紧的，在你们保险公司给孩子安排个工作。这保险公司我开的。对，他说了不算。我媳妇儿没本事，呵呵，你这么的，二美玲，抓紧时间给大姐夫打个电话，让大姐夫在物业给孩子安排个工作，解决了。你脸大，你咋的？哎，不，顺风，我这是求你来了，啊、你怎么一直支给别人呢？不，你刚才不说呢吗？你的公司正在招聘呢，是，还准备把大宝安排到你那儿工作，是，大宝你就别考虑了，你只要把他安排到你那儿工作就妥了。我这是，哎呀，该。他说啥？他说应该。哎，丢了个字儿，是不是丢了个鹰？对，丢你个大尾巴鹰。哥，那当然是应该了。你说咱两家是谁跟谁呀、啊？对不对、啊？哎，你准备把这孩子安排个啥工作呀？哎呀，这得容我好好想想。哎，哎呀，这安排工作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你不说你手到擒来吗？哎、没问题呀、啊，二美玲啊，别光我想啊，你替我想想啊。我想啥呀？你自己唠热闹的，自己想吧。不是，咱想想啊，咱们公司。哪个部门缺人呢？哦，咱们公司啊，咱们公司不缺人、啊、缺的是部门。不是，那老细了想啊，公司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财务部门缺不缺会计？我不就是吗？缺不缺出纳？不也是我吗？缺不缺财务总监？啥意思啊？你雇他管我呀？谁管得了你呀、啊，风一样的女子。没事。哎，不是，什么事？你冷静啊！来，二姐啊，你赶紧到物业办公室来一趟，快点，有急事儿。哎，完了，这下废了。他二姐那驴脾气上来，我跟你说，那办公室不得给我拆了我？啊？来了以后稳住他，细着聊，慢着问，啊？啊，对，这个相信我，一会儿就看我的指挥，我。来进行谈问的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真正的高手在民间，国外有个侦探叫福尔摩斯，我就是国内的侦探福尔摩脸。再编呢，你把这个，你啥个东西呀？我正搁家磨脸呢。二姐，你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别说，队长，怎么的了？二姐，没事啊。来，请坐，有几个问题需要你配合一下。啊，请坐。行，嗯，你说，来，说吧。说啥呀？你问呢？啊，还没问呢哈，很冷静，头脑很冷静啊。但是我相信一会儿，二姐你一定会暴躁的。问就问呗，坐那儿问呗，一会儿回家还得带孩子去呢。好，我问你，范大爷最近好吗？啊。孩子最近好吗？啊，晚饭吃的好吗？啊，二姐夫怎么样？你有病吧，你小脸儿啊！啊，我是要暴躁了，你要干啥？你疯了？你疯了你啊！看着没，真正的高手在民间，天什么民间？哎，小美丽，过来，来，快点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咱家那个王小倩和于小脸都少来，太吓人了。于小脸，你别整没用的了啊！二姐，我问你，你知道我二姐夫在哪儿吗？知道啊。你不也知道吗？不在广州呢吗？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哎呀，天天给我发视频聊天，而且住的地方还不错呢，就是那个广州凤凰阁宾馆222房间。对上了，吓我大跳。咋的了？那个二姑，你看看，
哎呀，这都在情理之中的事儿。哎呀，我不用看，我都二姑，你好好看看你。哎呀，我看它干啥？我都知道里边是啥，不就是包吗？你二姑没创意。不是，二姐，你看看吧。你让我们都想看。对，咋的了？今天是啊，行。我就给你们三个单身青年啊，看看我们已婚人士的幸福。行，看看，来，看见了吗？既见人，风风，我们俩的爱情。再看寄件地址啊，广州凤凰阁宾馆2222房间，4-2，知道啥意思不？一炸，我炸死你。代表爱二驴子嘛。再看收件人，赵铁丹。哎，干啥去啊？二姐，你干啥去？我给他送去，我干啥去？哎呀，我告诉你这事儿，我第一天当面跟他说，什么玩意儿都给他寄东西了。哎呀，我的前世今生啊！二姑，消气。我给他生儿育女啊，我给他看家护院，他给别的女人送东西。冷静啊！我怎么冷静啊？那什么，二姐，你想想哈，这个事儿不见得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没做实，你信我的啊，因为我是福尔摩脸，我会破这个案子。哎，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，咱们当面质问他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，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。啊，我又不是没见过，就那小体格，我是不能破他俩。嘿，我的天，我就他那样的，我他妈还敢跟我俩抢包？不是，跟我俩抢老公。我先给你打电话，冬青。好，喂，你好，赵铁丹女士，请你马上到我们物业办公室来一趟。对，这有您的快递。好嘞，我在这等你。搞定，马上就过来。行啊，但是一会儿来了，千万别慌，好不好？小美玲啊，带二姐上那个桌子后面给我藏起来。我不去，你憋不去呀、啊？你想想，你要是当面的话，你问不出来，你得藏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相信夫妻之间这种信任啊。行啊，于小莲，我就最后勉强相信他一回。走啊，着什么急，我看看不行。哎呀，王叔啊，哎呀，你说我呀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王叔非让我到他家里来陪他下象棋，下了一天了，他一盘都没赢啊。哎呀，我还高哄你，你今天不让我赢一盘你就回不了家。王叔啊，下棋可以，你这是相面呢？你这是我看一看。看吧，你得让我喝口水行不行？俺家的水在那，你知道去喝去吧。哎呀，你快点下，你这下棋嘛，你这不是相面，你。哎呦，王叔啊，人家收藏的都是茶壶，你收藏的是望远镜啊？什么望远镜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这不知道谁扔了个破茶壶搁刀边上，我怕打碎了，嘎了孩子的脚。就拿回来了啊！我还没往那个垃圾箱里扔，你就来了，咱俩下棋。一会儿下完棋，你给扔了啊！哎呀，那我还得给你干活呗。你多大点事儿？爷爷，哎，爷爷救救我！爷爷救救我！怎么了？你咋撩那么快呢？怎么回事？等会儿，三主来。等，那你谁呀、啊？你、啊？我他爷。你他爷呀、啊？啊？你有钱是吧？你看，把我眼镜踩坏了，赔钱。谁踩的？他踩的。你问问他，你也踩了啊？啊，我把他眼镜踩碎了。你可真行啊你！咋的了？倒霉孩子，刚出去一会儿功夫惹那么大祸，你怎么踩的？他吧是这么回事，往地上那么一扔，完了踩了一脚，没踩碎。完了我说你劲儿使的不够大，我帮你踩吧，我踩一下子就碎了。这个同志，我觉得还要说的，他像是在做那个助人为乐的好事儿。什么助人为乐呀、啊？天底下哪有这样事儿？我自己买的新眼镜，放地下了，自己踩不碎，让他给我踩。他说这话你信吗？那个爷爷，别装我了。
来来来，赔钱赔钱啊，赔钱。好，行行，你说多少钱？这眼镜呢是水晶的，嗯，1000块钱啊啊，那么贵吗？我昨天刚买的，发票还在兜里。行行了，白套了，白套了，妈丢人！拿钱！哎妈，坏了，没有钱。你没钱？没钱。你儿子不刚给你邮5000块钱吗？啊，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告诉我的。爷爷，你就拿出来吧。啊！你真是我亲孙子，我呀！我这个命啊，你说，躺在家里都中枪了呀！爸，你笑啥呀？演戏救人呢，你严肃点行不行？你现在演的是我大哥，你得活泼一点。开演。叔，你是他大儿子？对，是我大哥。我是他大儿子，我长得特别像我爸，就我爸走的早，完事儿呢，我跟我爸不长得像吗？大伙儿就以为我爸没事老回来似的。不是，我瞅你俩呢，这你看你还有点差不多呢。不是你，我就长得着急。其实我今年35，我属狗的，本命年。那你跟他叫声妈啊。你跟他叫声妈。你叫吧。谁叫啊？你叫。大哥，你叫声妈怎么的？叫声妈，大儿子叫妈有什么呀？啥玩意儿？那个叫的不成心。你大点声，妈妈。哎，儿子。顺成啊，哎，这他大哥我，你怎么这还不明白呢？大哥、二哥、三弟嘛。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咋看不像哥仨呢？马上就是了。这一拜，忠肝呐一胆，穿越了，到此，你回来。不傻的，钱顺风疯了，跟我爹搁这结拜呢。这个不是啊，孩子饿了，回去喂奶去，快点。不是，哎，这谁呀？哎呀，那是我二姑娘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家里人多好啊，妹妹，这么多儿女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孩子，那就是我的孩子。没想到我这年龄段，哎，还得了那么个大胖儿子。天哪！难道你就是我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吗？爷爷爷爷爷爷，等会儿吧你，什么爷爷爷爷？你当你是葫芦娃呢？不是，那什么？怎么？你妈，你过来，你陪着叔叔聊会儿。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我从银行碰上他，来来来，你来坐呀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哎呀，你赶紧去派出所报案。好，我也跟他去吧。这家我算待不下去了。快去！哎，大妹子，你别走啊！不是。